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、去吧，弯去吧，弯去吧，弯去吧不，弯去吧不。他们要让勺子变弯呢。嗨，像冰冰他们这样弄，怎么可能让勺子弯曲呢？弯去，弯去吧。啊，真的弯了！看到了吧？冰冰，你真厉害不？没什么。我要说，你有特异功能，什么时候学会这招的？哼。我是自然开窍，如果冰冰可以做到，那我也一定行。弯曲了，好棒，成功了！没有弯曲吗？野口同学，那只是眼睛的错觉。错觉？这样做，无论什么东西看上去都像弯了一样。切，被识破了。什么呀？原来这不是特异功能啊！骗你们的，这是橡皮玩具。我回来啦，妈妈，我的点心呢？冰箱里有焦糖牛奶布丁。真的，太棒了！真好吃啊，真好吃。哎呀，丸子，你回来啦！丸子，不行啊！想看看自己有没有特异功能是吧？看来特异功能果然是不存在的呀。嘿嘿，丸子，其实说不定我已经开了窍了，有一些特异功能。是真的。这样吧，让我来猜猜你今天在学校午餐都吃了些什么东西吧。这你能猜到吗？哎，我当然能猜到了。丸子在脑子里想一想今天中午吃过的东西吧。嗯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看见了，吃了咖喱是吧？哦，猜对了，好厉害呀！妈妈，你在看什么呀？是丸子这周午饭的菜单。让我瞧瞧。哦，今天吃咖喱啊？怎么弄的？你是怎么会知道的？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是灵机一动。难道说爷爷你真的有特异功能吗？那好吧，你知不知道我今天的数学测验到底得了几分？这个丸子啊，其实如果连这个也猜对了，爷爷就是100%有特异功能的人了。是45分吧？哇，丸子怎么可能拿这么低的分数呢？猜的一分都不差。这下错不了了，爷爷你真是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呢。是这样吗？你两次都猜对了，这就肯定错不了了呀。把这个勺子弄弯给我看看吧。这个呀，没戏。爷爷有特异功能，一定可以的。丸子，我背负的使命就是要不断的满足丸子的愿望。现在既然连分数都猜到了，说不定我真的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呢。管他呢，试试看。加油加油啊，爷爷！弯曲吧，弯曲吧，弯曲吧！
行吗？我说过了，我办不到。肯定是因为爷爷还不能控制特异功能。嗯，丸子啊，你到底要拉我去哪儿、啊？带你去特训。我想只要经过特训，爷爷的特异功能就一定会变得很强大的。会这样吗？特异功能就是不接触某件东西就能让它移动的能力吧。冰冰，你在看什么？你们看那树杈上，一架纸飞机。哦，这架纸飞机飞得可真够高的啊！是被一阵风刮上去的，好不容易做了个能飞得不错的飞机啊。冰冰，我们帮你拿下来吧。真的吗？但是要怎么拿下来？怎么拿下来就交给我爷爷吧，你能行的，对吧？用特异功能让它飞起来呀。哎，特异功能能行吗？快试试看。是啊。成功了，爷爷，你成功了。丸子啊，我成功了。听我说，虽然我知道你们很开心，但这飞机显然是让风给吹下来的。不要垂头丧气的，说不定是爷爷的特异功能让那阵风刮起来的呢。啊，那个，试试看把那个移动一下。是不是太大了点儿？爷爷，你一定可以做到的。不行啊。继续发功。动了。成功了！太棒了，爷爷真的是一个拥有特异功能的人呢。哎呀，朱野先生，爷爷好。啊，那个，你们好。你今天找我有事儿吗？是，那个，其实那个，我去旅行回来了，土特产。你还特意跑来一趟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！啊，没什么，一点点小意思。爷爷，猜猜里面是什么吧？用特异功能看一看盒子里面吧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特异功能？行啊，让我试试看。冰冷先生，有特异功能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话说回来，这特异功能要怎么才会拥有呢？不，他没有特异功能。爷爷，加油啊！看不到啊！我果然还是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啊！不行，我一定要相信自己。特异功能不会是真的吧？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！既然是旅行的土特产，是鲜贝还是馒头？看见了，是什么？是馒头。不对呀、啊，那不是什么馒头，是海苔啊。猜对了。这个，怎么办呢？要是说他猜错的话，不太好吧？是馒头吗？这个我猜的不对吗？哎呀，说不出口啊！要说那是海苔，应老先生在孙女面前岂不是太没面子了吗？我猜的不对吗？正如您所说的，那里边是馒头。猜对了！你好厉害啊，爷爷！还是说了，怎么办呢？他们一打开就会发现的。中野先生，这么难得的机会，大家就一块来品尝吧。来，请进呐、啊。啊，这不行！对不起，请允许我改日再给你送过来。你在做那样的事情吗？不是我，爷爷才是那个拥有特异功能的人呢。其实那个胡说八道，咱们家老爷子怎么可能有特异功能呢？他真的有。那就做点什么让我们开开眼，他能把勺子给弄弯吗？那个，我们俩特训的成果还没有检验过呢。什么呀？明明就是做不到嘛！把勺子弄弯又不是爷爷的专长。要知道，爷爷最拿手的特异功能是猜东西。那就猜猜王真志的下一个击球会怎么样？
王真治的急球。爷爷。好，好吧。全垒打。王真治基本上都能打出全垒打吧。好，投手张开手臂投出第一球。嗯。好球。好，马上就要投出第二球了。打到了，打到球了。好远好远，是界内吗？哎呀，糟糕，球打出界外了，界外了。紧张得有点透不过气来了。这样王真治就陷入绝境了。投手把球举得高高的，猛投了出去。呀，空振，三振出局，比赛结束。什么呀，果然是胡说八道。才没有胡说八道呢，爷爷连我今天在学校吃什么午餐都猜对了。我说的对吧，爷爷？对不起，万子，我本来并没有打算骗你的。怎么？其实我啊，看过学校一周菜单。嗯，本来我说自己有特异功能，只是为了让丸子高兴一下，可不知怎么就越来越难说出真相了。这样啊，但是数学测验的成绩你不是也猜对了吗？那个嘛，也是碰巧猜对了，正好看到促销广告上写着萝卜45日元。是这样啊。你给我等一下，数学测验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起过啊？而且只考了45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故意不告诉我的吧？丸子，妈妈，我错了。此时此刻，被卷入丸子他们这场特异功能风波的中野先生，又重新买了一盒馒头，一路上脚步匆忙地赶往英家。不快一点的话。小丸子观察星星。明明暑假都已经结束了，这天气怎么还这么热呀？真是的，好想再多休息几天呢。就是啊。哦，长山同学。嗨。你手里拿这么多书干什么呀？哦，你问这些书吗？因为前些日子我去了一次天文馆，从那以后就想了解更多关于星星的知识，所以就去图书馆借了书。真好啊，去天文馆参观。我们家实在太小气了，那种地方是绝不会轻易带我去的。坐在开着空调的凉爽的天文馆里，头顶着满天的繁星啊。其实就算不去天文馆也能看到满天繁星的，现在晚上的天气也已经凉爽了。话是这么说，这样看还是不一样，对吧？啊，如果是在天文馆里看星星，还会有关于星星的解说呢。那么就让我来当你们的解说。哎，真的，小玉，我们跟长山同学一起去看星星吧。啊，好的。但是我妈妈肯定会说只有小朋友一起外出不行。哦，对了，去请我爷爷陪我们去。来吧来吧来吧来。啊，你差点打到我们了。山田，你抡着胳膊是在干什么呀？我是在练习怎样召唤 UFO。 UFO? 这样不停地抡胳膊， UFO 就会来了呀。得了吧，这么做 UFO 怎么可能会来嘛。瞧，不管哪里都看不到 UFO 吧。等到了晚上你就会明白了。晚上？对了，山田，你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来？哎，来干什么呀？喂，今天的晚饭好像吃得特别早嘛。小丸子说晚上要跟小朋友一起去看星星。我也陪他们一起去，你们就不必担心了。嘿，小丸子也会看星星啊。这话说得真无理，凭什么说我小丸子不会看星星啊？嘿，那你知道这个季节都能看到什么星座吗？这个嘛，果然不知道。你烦不烦呢？今天长山同学就会告诉我们的，从今以后我就会知道得很详细了。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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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你们大家久等了。啊，晚上好。晚上好。啊，晚上好。长山同学，你把天文望远镜也带来了，动真格的了。嗯，今天机会难得嘛。林老先生，今天晚上还要请您多多指教啊。哪里，请你多指教。抱歉，小丸子，爸爸说非要拍一些照片，我就只好带他一起来了。好啊，就让你爸爸以星空为背景给我们拍照片吧。
好了，小玉，你看连小丸子都这么说了，不是吗？嗯，我说小玉，上天好像又在召唤 UFO 了吧？好像是的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要是 UFO 真的来了，就了不得了。要是拍下来，就会变成大新闻，说不定还能上电视呢。小丸子，哎，那是什么？哎，什么什么？小玉，快让我也看看。啊，哇，那个就是月球。那些坑坑洼洼的是什么？那些啊，是月球上的陨石坑，据说是被陨石撞击后留下的痕迹。哎，我原来还以为月亮应该是圆溜溜、很光滑的呢。天文望远镜果然很厉害呀。那么现在来看看那边吧。啊，那边天空上像勺子一样的就是北斗七星。哎，哪里哪里？在哪里啊？小丸子，在那里。啊，那个呀。哎，说像勺子，我倒觉得更像蝌蚪。我觉得看上去更像锅子。哎呀，长山同学，难道说那条模模糊糊的白色东西就是银河吗？就是啊。好美呀。对了，织女星和牛郎星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啊？你看，隔着银河面对面最闪亮的就是织女星和牛郎星，这是织女星，这是牛郎星。他们两个真可怜呢，一年就只能见一次面。啊，真是的，爸爸，你能不能不要来打扰我们？哦，真对不起啊。是 UFO。 咦，那个呀，那是飞机。外星人。所谓的外星人只是我爷爷。山田，你也真是的。能看见的星星越来越少了，可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，星空都是那么美。一直看星星，看得有点天旋地转的了。啊，觉得脑袋有点晕了，稍微休息一下吧。我也休息一下。嗯，哎呦，青蛙！小易，把你的手电筒借我用一下。你可要完好的还回来哦。我知道了。咦，山田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哦，可不是吗？这家伙到底跑哪儿去了呢？不会是 UFO 从天而降，他被外星人抓走了吧？哎，你们是谁？谁来救救我呀？爷爷，山田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啊，山田同学吗？怎么办呢，爷爷？万一他被外星人抓走的话……啊，可能出大事了。哎，山田同学！山田，山田，我在这里呀！啊，我听到山田的声音了。嘿，我看到了一只这么大的青蛙呀！我去追它，可是不知道它跑到哪里去了。总觉得我脸上好像有点痒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你也看到了吗？啊，是流星。我刚才也看到了。啊，我光傻看都忘记许愿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山田，那个呀，山田，你从来没听说过吗？什么呀？据说在流星消失以前，把自己的愿望说三遍的话，你许的愿望就会实现的。山田，你也许个愿试试看吧。好嘞，那么我就许个愿，让我能够遇到外星人吧。不知道还会不会有流星划过。啊，要成功的外星！根本来不及说三遍愿望啊，消失得太快了。啊，可不是吗？谢谢你今天拍了许多值得纪念的照片呢。啊，哪里哪里，能够留下和心爱的孙女儿一起看星星的回忆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哦，岁月无情啊，一转眼这些孩子就会长成大人的。
将来总有一天，丸子就会和他心爱的人像这样坐在一起看星星了。阴楼先生，随波先生，啊，这种感觉真好啊！啊，星星就在眼前。哎呀，山田，你也真是的，没吃饭就来了吗？我还真是忘了吃呀！真是的，难得的好气氛都让你破坏了。好，差不多该回家了吧。嗯，再见了，再见啦，再见，再见。几天以后。对了，小玉，前几天去看星星的时候拍的照片印出来了吗？啊，那个呀，好像还没有呢。我爷爷可是等不及想看那些照片了。可不是嘛，我也很期待呢。当天晚上，啊，完全没有拍到星星啊！是啊，要把星星拍下来，那是很难的。真是的，怎么办？小丸子能不能忘记那些照片的事情啊？小玉多希望这会儿再有一颗流星让她许愿呢。我的爷爷啊，他最喜欢吃软软的东西了。敬老日快要到了，如果我能为他做点什么，说不定他会请我吃大餐呢。可是我不会烧菜呀，还是去找姐姐商量一下吧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姐姐做的土豆色拉和想表达感谢之情，敬请期待哟。